从这开始啊，这些 array list 的 al 等 new array list 是不是创建一个 array list 的集合对象？然后呢，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调的应该是无参构造方法，对吗？所以你去点一下 Ctrl 键，看一下当调无参构造方法的时候，不用看这个注释，这注释有问题，这个注释没有更新过来。这个注释没有更新过来，那我们只看这就行。当我们去调用无参构造方法的时候，它给咱们在这里面执行的是不是这件事情？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你执行的是这段代码，那我们 list.element 的 date 是什么？以及等号右边这东西好像是常量，因为全部都大写了，是不是应该是常量？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看一下，去找一个叫做 outline 在哪儿呢？在这儿。然后先看 list date， list date 的话，你看这就能看到。你一点，按住 Ctrl 键一点， list date 告诉你是一个叫做 object 类型的数组，是吧？这是不是 object 类型的数组？那你在这写着，你在这一看一下 element date， element date， 那它就是一个 object 的类型的数组。开空间了吗？类型的数组根本就没有 new 关键字，所以它也没有开空间。然后呢，那再看一下等号右边，等号右边这个东西好像挺长的，哪去了呢？这儿，去找等号右边这个东西，好长啊！这啥？是这样写的。private 啊 ，private 私有了 ，static 就是被整个 array list 的这个类的所有对象所共享，不静态的吗？然后加 final 修饰 object 的，这是数组。哎呀，原来这么长的一大串，实际上就是一个数组的名字。这么长的一大串就是一个数组的名字，然后紧接着它的等号是不是写了一个空？那这块能够说明什么呀？说明开空间了，开空间了。那这个 object 的类型的数组的长度为多少？零，一个都没有元素啊，是不是开空间了？那我们当你调无参构造方法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呢？当你调无参构造方法的时候，你的以下代码相当于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object， 这是不是 object 的类型的数组？然后呢 ，ele element date， 这是我的数组的名字，就相当于你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也就是说，我们是创建了一个长度为零的 object 类型数组，长度为零的 object 的类型 object 的类型的数组，是不是这样去做的？长度为零的 object 的类型的数组，那和我们的这个注释就不一致了，因为注释是这样说的，注释是说创建一个空的集合，使用什么呢？初始化容量为多少？十。这块写的是不是初始化容量为十？但是你看它的源码，有初始化容量为十吗？没有。所以它的注释和它的源代码不一致，在 JDK 1.5 和 JDK 1.6 的时候，在这块就直接 new 的十。JDK 1.5 和 JDK 1.6 的时候是在这儿直接 new 的 object 类型数组，直接 new 了一个长度为十，但是现在你看 1.8 的时候没有这么写吧？那然后紧接着，那它的现在的长度是零，那当我添加第一个元素的时候就干废，这是不是添加元素了？当我添加第一个元素的时候，老师说程序就干废掉了。因为我需要的最小容量是一，而你是几？零，装不下了吧？装不下怎么办？开始看 ADD 方法，
当我去打开 ADD 方法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添加方法的时候是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首先它调用的是不是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告诉你叫检测容量是否够用。检测容量是否够用？检测你的数组容量是否够用？是不是啊？那程序你当你一调添加方法的时候，它执行的是不是就这句代码啊？那这句代码的话在哪儿呢？我们还得找一下，在这儿。它是在这儿呢，看到了吗？这个方法是什么时候调的？这不是这儿吗？添加什么？添加方法时调，添加方法时执行，添加方法时调用执行。因为当你在调添加方法的时候，它执行的第一句代码是不是就调本类当中的方法啊？而本类当中的方法是不是在这儿呢？然后在这儿的时候，你又看，你说哎呀好麻烦呀，它在这儿之后，它又调了一个叫这什么？Calculate 什么意思？计算容量，是不是又是它又调用了一个叫做计算容量的方法？而计算容量的方法在哪儿？在这儿，这是计算容量。这个叫做计算什么？容量。先把这几个都拿过来，这是在哪里调用的？是不是你这块去调用的？计算完容量之后又调的什么？程序在执行的，你是哎呀调乱了，在哪儿呢？计算容量，你在这是不是计算容量？将计算完的容量是不是作为这个方法的参数啊？好了，那再把它拿过来，它在哪儿？它在这儿。然后呢，计算完容量作为这个方法当中的参数，然后呢，在这儿的时候，它又调了一个方法叫 grow。我就说这个添加能把你调懵。现在来看这几个方法啊，现在来看这几个方法是这样的，当你去调用添加的时候，它是不是调的是这个方法？调的是检测容量是否够用，检测容量是否够用，你记住了，这个 size 是多少？零。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当我们去创建 object 类型数组的时候，它的那个长度是零，所以呢，那我集合当中是不是一个元素都没有？一个元素都没有，那就是零。零加一现在是几？一。那当你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它传过来的数据，我的这个 int 面 capacit 是几啊？一。你不是在这调方法传过来的是一吗？你传过来的是一之后，然后在这个方法当中，它调用了计算的方法。看到了吗？你首先是不是得把它计算完成之后才能去执行？那他又去调用了这个方法，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他传过来的是一个什么？传过来的是一个 object 的类型的数组。传过来的是一个 object 类型数组，这个 object 类型数组的长度是多少？零。还没开空，还没有装元素呢，还是零。然后呢，而你传过来这个 int min capacity 是多少？一。那你在这传过来的时候是不是一？然后开始执行这里面的代码，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如果判断你的 element data 和我的这个相等吗？这是谁？ element element data 就是和这个，是不是？你的 element data 和这个相等吗？第一次执行的时候是不是相等的？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执行，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的确相等，那它将执行计算，这个叫 max 是不是求最大值？求最大值，你的这个的呀，这又来个 default capacity， default capacity 又是啥？ default capacity 它就这儿呢， default capacity 它写的是多少？十。那你的 default capacity 是十，也就是说你在这取最大值呗，取谁和谁的最大值？十和你的需要的最小容量，我需要的最小容量是几？一，和需要的最小容量去取最大值，那它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计算完之后返回的结果为多少？十。计算完成之后返回的结果为十，说明这个方法当中现在的参数是多少？十。这计算完成了，那然后开始调用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在哪儿呢？是不是在这儿？在这儿。那你开始传过来，传过来的这个参数叫做 int min cap acty， 传过来的是多少？十。然后呢，这句代码不用看它，传过来的是十，那在这开始进行判断吧。你所需要的最小容量这块是多少？十。十吧。然后紧接着我的 element 点 element date 点 length 是多少？零。还没有呢，你只是计算出来了，但是容量还没开完呢。所以当去十减你需要的最小容量是十，而数组的长度是零，大于零的结果为什么？ true。是不是大于零的结果为错？开始执行扩容，开始执行扩容，扩容的代码在这儿。你传过来的所需要的这个容量是多少？传过来的这个最小容量是十，对吧？所以在这赋值的时候是怎么赋的？将你 element date 点 length 赋给了我们的原始容量 old， 那它这块是多少？零。赋过来的是不是零？然后呢，那你在这儿开始计算，计算的时候新容量是怎么得的？新容量是零加上零除以二，零加零除以二，多少呀？零加零除以二是多少？零。那在这儿的时候，我的一个叫做 new cap acty， 我的新容量现在是不是零？然后呢，到这儿的时候开始计算，你的新容量是零，减去你所需要的最小容量小于零的结果为 true， 是不是将执行这句话？将执行这句话是你所需要的最小容量去付给我的一个 new capacity。那你所需要的最小容量是十，是不是付给了 new capacity？ 那付给了 new capacity， 那在这块的时候我们把它删了就行了。删了就行，付给了 new capacity， 然后在这里开始进行什么？数组拷贝。现在开始数组拷贝，拷贝到了我们的一个 ELE element date， 那这个容量是多少？十。也就是说，当我们向集合当中去添加第一个元素的时候，数组开始扩容，不应该叫扩容。当我们去添加第一个元素的时候，数组开始初始化容量，因为最开始一个都没有啊。当添加第一个元素的时候，它是不是才开始初始化容量？初始了多少？十。所以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句代码。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你在这创建对象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零。容量为多少？初始容量为谁？零。那这是不是添加第一个元素？当添加第一个元素时，那么初始化容量为十。
是不是当添加第一个元素的时候才去初始化？刚才给你讲了这么多的代码，是不是按照这个顺序去来的？是吧？当你去添加第一个元素的时候，它开始进行初始化容量，初始化的容量为十，是不是这样得来的？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我们去添加第二个元素的时候怎么办？当添加第二个元素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执行这个？当添加第二个元素的时候，再去调用这个方法，再看一遍啊，再看一遍。当你去添加第二个元素的时候，我现在集合当中的 size 是几啊？一，因为刚才已经添加过一个元素了，对吧？所以那 size 是一，那一加一的多少？二，一加一等于二。那现在你一加一等于二，你现在是不是要到这儿来了？到这儿来了，我所需要的最小容量是几？二。我所需要的最小容量是二，对不对？然后呢，你现在开始调用这个方法，开始给我计算，给我一个数组，我所需要的最小容量是多少？二。然后看一下你的数组和这个空还相等吗？还不相等了吧？不相等了 ，if 没有执行，它直接 return 的是 min cap city， 我所需要的最小容量是几啊？二。现在算完了。算完了吧？算完了，我所需要的最小容量是二，然后开始调用这个方法传过来，传过来的参数是多少？二。而你二去减去多少 ？element 点 date 点 length 是十了吧？而你二减去十大于零的结果为什么 ？false， 就说明需不需要扩充容量。不需要，因为你给的容量可以存储我两个元素。我需要的最小容量是二，而你的容量是十，能不能存进来？可以。也就是说，当在第二次调用添加方法的时候，需要扩容吗？不需要。是不是不需要扩容？那好，那也就是说，既然不需要扩容，下面割肉这个方法还调用吗？不调用。割肉这个方法什么时候调用？割肉这个方法，你扩容的时候调用的方法是不是叫割肉？什么时候调用？第一次添加第一个元素的时候，你需要初始化，所以是不是才调割肉的方法？然后这割肉的方法还什么时候需要调用？添加多少个的时候？添加。这是几个？两个吧，两个是够用的，是吧？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这是第几个？十一，第十一个元素，这是不是我所添加的第十一个元素？当我们现在看，你如果添加第十一个元素的时候，它在干什么？看。我现在开始添加了，是吧？添加是不是还是执行证？添加还是执行证？你现在你的这个长度是多少？十，十加一等于多少？十一。我所需要的最小容量是十一。我所需要的最小容量是十一，你来调用这个方法传过来的结果是多少？十一。然后开始去调用计算的方法，传过来一个数组，传过来的需要的最小容量是十一。然后看我们的数组和空还相等吗？不相等了，直接 return min cap city， return 的结果是多少？十一。那你说我的小括号里面的方法执行完的结果是十一，对吗？对。执行完的结果是十一，那我们现在看，哎，你执行完的结果是十一，那现在开始看，我所需要的最小容量是十一，而你数组的最大长度是多少？零，不是十，十一减十大于零的结果为什么？ True， 说明什么？说明容量不够了。我最小最小需要十一个，你只提供了多少？十个，说明不够用了吧？那不够用了，开始进行什么？割肉扩容。
当添加到第十一个元素的时候，发现数组不够用了，是不是开始扩容？扩容怎么办？你传过来的这个最小容量你记得不？你传过来的这个所需要的最小容量是十一，而我的 element data 点 length 是多少？十，是不是？然后呢，你的 old capacity 是十，十加上左乘右除，十除以二得多少？五。那十加五等于十五。那我的新容量是多少？十五。那你看一下，你的新容量是十五，十五减去所需要的最小容量是十一，小于零的结果为多少？小于零的结果，十五减十一，小于零的结果为 false， 为 false， 这句代码不执行，对吗？这句代码不执行，开始进行在这儿 erase 点 copy off， 这是数组新容量是多少？十五。那你看看是不是都实现扩容了？当我添加第多少个元素的时候扩的？当我添加第十一个元素的时候开始扩容吧，发现不够了。那开始扩容扩了多少？开始扩的是十加上十除以二，那扩的是什么？每次扩充零点五倍，每次扩充零点五倍，你原来是十，现在又多了五个，是不是扩充零点五倍？那这个是我们的 array 这个list， 不是 array list 这个容器的底层数据结构，它所使用的是什么数组？它所使用的底层数据结构是数组。那然后什么呢？当它的初始容量是默认为零的，当添加第一个元素的时候，开始初始化容量为十。当添加第十一个元素的时候，发现容量不够了，开始继续扩充容量，每次扩充的是零点五倍，能听清楚了吗？那然后紧接着你再看一下，我的容量如果够用的话，咱们刚才是不是一直在研究扩容？我的容量如果够用的话，它在这儿怎么写的？将你传过来的这个数据是否放到了数组当中索引为 size 的这个位置？因为当你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size 是零，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size 是零，是把这数据直接放到数组当中索引为零的位置上。放完之后 size 加，因为加号在后面嘛，你添加完元素 size 加， size 现在是不是就变成一了？当你在第二次去调用的时候，它是把数据放到了索引为几的位置啊？一的位置，放到索引为一的位置，放完之后 size 加，是不是告诉你已经有两个元素了，对吧？你看一下这个 array list 的添加，实际上是不是就把我们的数据放到数组当中所对应的位置上，是吧？那这是一个它的添加方法，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整个开始这是调添加，在调用添加的时候去调用了这些方法来计算我们的容量是否够用，看清楚了吗？调添加方法的时候调用了这些是否够用。那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什么，你这除了有添加，你是不是还有删除啊？你删除怎么删 ？al 点 remove， 咱给个索引吧，可以吧？我想一嘛，我就删除索引为零的吧，索引为零啊，不，索引为这个是 赖我 word 一 ，word 二 ，word 三 ，word 四 ，word 五 ，word 六，可以了，七八九。那当我说我想删索引为二的，你看一下索引为二的是谁？索引为二的是叫 word 二，对不对？是不是要把 word 二删除？你看一下它的让你删，你怎么删？这是底层数据结构，是数组，让你删你怎么删？让你删你怎么删？数组拷贝呗，
是不是、啊、看一下数组拷贝是怎么拷的，这也叫删除元素，你看一下数组拷贝是怎么拷的，这些都不用管它。那然后你看一下这是啥，这是啥呀，这是调方法，它调的是 element date， 这不小括号吗，小括号不方法吗，它调了一个叫 element date 的方法，这是什么，所以那你猜这个方法是干什么的，这个方法里就做了一个活，这个方法里就做了一个工作，这是啥，根据索引到数组当中是不是获取元素，所以那这个是什么，调用方法干什么呢，从数组中获取索引为 index 位置上的什么，位置上的元素。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老说 remove 叫删除，删除的时候它的返回结果是我们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说在这儿的时候我再来给你运行一下，这个是不是叫删除，你看啊，我给你打印输出你就能看到了，看最后的，等会儿吧，隔一下，把这 F 去掉，然后你看一下分隔线下面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分隔线下面得到的结果是不是叫 word2， 也就是说它在删除的时候是不是先把元素获取了，先把元素获取了，那然后这是啥，它写的是 size 减 index 减一，我的 size 是减现在多少个元素，十一个吧，十一减几，减一减一，哦、我刚才写的是二啊，那就减二，那就这叫什么，它得几了，得多少，九，这叫 number move 的什么需要的，这是谁算的，这是谁算的，这是谁算的，我就完全轻信于你们了，所以啊，这个有的时候你不能老轻信别人，我以为你们算的是正确的，我就没算，所以你再看一下这什么，这个叫 number move 的， number move 的是什么，叫做移动元素的个数，我需要这不是吗， move 的不是移动吗， number 不是个数吗，你需要移动多少个元素，是不是告诉你啊，那然后紧接着看一下你所移动的元素的个数叫做八个，八大于零不，八大于零，八大于零的话那它在这儿的时候开始了，开始它使用了 system drive array callback， 那为什么使用它就没有开空间呀、啊、效率高是不是，那这个是我们的叫 element date，element date 是不是就我们的数组，然后他写的你从这个数组当中索引为哪个位置开始移动， index 加一， index 是二，二加一是几啊，三，你放到这是不是依然要放到这个数组当中来，放到这个数组当中索引为几的位置啊，二的位置，然后呢后面这个是你移动元素的个数是几个，八个，那我们现在来看，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数组，等会儿啊，这个就是我的数组，因为咱们第一次去讲这个移除，我给你写上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了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来一个行吗，再来一个，是不是这是我们的十一个元素，你这十一个元素的索引分别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是不是索引，然后呢它索引当中咱们的第一个叫 hello， 第二个叫 word 一 word 二 word 三 word 四 word 五Word 六，我就自个儿给自个儿挖坑。Word 七 ，Word 八 ，Word 以及 Hello，
是这意思吧？然后紧接着告诉你说，将这个开始位置，开始位置什么？开始位置是不是索引为三？索引为三是不是在这儿呢？是不是三？然后紧不三，然后紧接着 element 的，然后开始这个的这个是几？二。它的意思是什么？将索引为三的元素拷贝到索引为二的位置上，那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变成三了？然后呢，拷几个？八个，那这是一个了吧？然后这是几啊？四。这是几啊？五。六。然后呢？七。八。这是几啊？这 W 了，是不是？然后几个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再把 Hello 拿过来，总共考了几次？八次，是不是移动元素的个数是八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不是移动了八个？然后你移动完八个之后，它是这样写的，叫减减 size， 什么意思？我原来是十一个元素，现在减减，那就变几个？十个。然后教你减减减减 size， 现在这是不是索引为十二？将索引为十的元素设成 N U L L 空，这个没有了吗？将这个设成空，然后它的返回结果是什么？返回结果就是你要删除的那个元素，我们不就是 W 二已经放变量里存储了吗？这是什么？你要删除的叫 W 二，是不是已经放到了 old value 当中去存储？然后将最后将 old value 进行返回就可以了。所以你现在看一下，老师刚才给你画的非常之详细，将索引为三的开始往二的位置上移动，一共移动了八次，八个数据，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底层数据结构是数组的，当去添加或删除数据的时候，将需要大量的移动元素，是不是？那咱们删除索引为二的，你是不是要移动八次啊？所以那这个叫数组的删除，这个能看懂吗？根据索引去删除，删除之后呢，那咱们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叫添加，叫 al 点 ad 点，你给个指定的位置，然后我去添加一个元素，是不是？你给定一个索引为，我把这个刚才移除的注释了啊。现在说你要在索引为二的位置上去添加什么？要在索引为二的位置上，等会儿吧。二三四五六，现在一二三四，我集合当中有几个数据？我集合当中有四个数据，我现在想在索引为二的位置上去添加 circle， 你能不能总结出点什么？刚才删除是数组拷贝，你这个 add 在指定的位置上添加，是不是咱们刚才看源码叫 insert？ 那你这个你说你会写不？怎么拷贝？反正是肯定是用到数组拷贝了，是吧？因为咱发现好像从我们的 string buffer string builder 好像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是吧？那咱们再来看看一下这段代码，你能不能看得懂？这个是什么？在指定的位置上，在指定的位置上添加元素，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叫做什么？在指定位置上是不是插入一个元素过来？然后呢，这个呢，它这个方法是干什么的？这个方法是来验证程序的健壮性的，就是你传过来这索引对不对？然后呢，现在你看一下，在这儿的时候，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你这个插入元素，你是不是也得检测容量？这个也是检测容量是否够用的。那这个咱们这段代码咱就不看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如果容量不够的时候，反正就扩容。
那然后现在看一下，它在这儿用的是数组拷贝。数组拷贝的话，你在这看着啊 ，ELE element date， 这是不是我的数组 ？Index 咱们刚才是几啊？我要在索引为几的位置上添加？索引为二的位置上添加是吧？然后紧接着 element date， 然后呢，你这是谁 ？Index 加一 ，Index 加一是几啊？三。然后紧接着这个叫 size 减 index， 我刚才多少个呀？四个元素，我的索引是几啊？二。那你减完剩多少？二。那也就是说，我需要移动的元素的个数为二，是不是？那我的数组是什么？我的数组是这样的，我的数组是这样的。我数组当中是不是存了这样几个元素？后面没画，你它有容量的，它的初始容量默认容量是十呢。那我在这儿的时候，这是我的 hello， 这是 w 1，这叫 w 2，这个是不是也叫 hello？ 那后面是默认值都空，这是零一二三，是这样的吧？然后呢，我想将这个 index 咱们传入的是不是二？传入的在这是二，然后它的意思是什么？你把索引为二的位置上的元素放到索引为几的位置上？放到索引为三的位置上，你总共应该移动几个？两个。那得怎么放？是这么放的，你先把 hello 放这儿，然后呢再把谁？再把我的 W2 放这儿，现在是不是移动完两个了？移动完两个之后，再把你的元素放到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上我写的叫 circle，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完成了数组，完成了我们的插入元素？移动元素没？移动了呀，是不是？这和你删除不一样，你删除是怎么移的？删除是箭头往上的。而你这一个添加的话，你是不是得是倒着移啊？对吧？所以那这个是什么添加？你发现需要移动元素不？需要。添加完成之后 ，size 加加，说明我的元素个数是不是增加了？那这个也说，像指定位置上添加元素的时候，你是不是也需要移动元素？能理解这概念了吗？好了，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方法吧。再来看一个方法，这一个方法叫什么呢？这一个方法你好熟悉，叫 clear， 看一下你会写不？如果是你，你想怎么 clear？ 直接给空啊，它是这么 clear 的，和你的想法差不多，这个叫清空。清空元素和你的想法差不多，它是这么写的。clear to 什么什么，清空 let 让我们的 GC do its work， 让我们的 GC 去工作吧，就是你清空之后，这些所有的对象都变成了内存垃圾，将由 GC 去回收。然后呢，它的写法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i 等于零 ，i 小于 size i 加加，将每一个索引位置上的元素都设成是空，然后你的 size 设成谁零，这不就清空了集合中所有的元素吗？是吧？那我们说这个清空你会了，再来一个，刚才咱们好像应该还写过这样一个东西，叫 al 点 index of word 一。word 一是多少？写错单词了。哦，清空了。在这儿的时候，你看一下索引位置是不是为一？那让你去写，你会写吗？反正便利是不是？那我们看一下人家源码是便利吗？看一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查找，是不是查找？然后呢你看一下它的意思是什么， O 等于空。哎，你说咱们的传过来对象是等于空吗？
你的传过来的对象不等于空，不等于空是不是做这个 else 部分？else 不 i 等于 i 小 set i 加加，和你想的完全一样。传过来的对象，这不是数组吗？便利数组，看一下便利数组当中的每一个元素和 O 去比较，如果和 O 相等就返回索引，要是都找完了也没找着就返回复一，是不是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他的想法，他的想法要跟你的想法一致，说明你已经上路了，你已经上路了。啊，有点感觉了是吧？哎，开始知道去怎么找的去了。那然后现在，那我们说再说一遍啊。那如果他要是哎，如果找最后一个出现的位置怎么办？找最后一个出现的位置怎么办 ？H E R R O。和你想的完全一致，是倒着来的。你倒着来的第一个不就是最后一个吗？和你想的完全一致。这儿呢 ，i 等于 size 减 e， 因为什么？因为最后的一个下标，最后一个下标一定是 size 比长度少一的，是吧？长度为五，最大下标不四吗？然后呢 ，i 大于等于零 ，i 减减，还是便利数组去比较，只不过它是这么比的，倒着比的。这是 hello， 这是 w 一 w 二，这是不是 hello 零一二三？它是从倒着比的，发现哎找着了，你倒着找的第一个就应该是最后一个元素，是不是？哎，我发现你们现在有点上路了，这是不是也叫查找？那然后现在看一下，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方法呢，还有一个方法直接看一下就行。一个方法叫 al 点谁 size， 你说这个方法让你写你怎么写？便利什么加加，直接 return size 不好吗？你不是已经你每添加过一个元素，你的 size 不就加一吗？添加一个加一个，添加一个加一个，添加一个加一个，所以当你获取长度的时候，我直接将它返回就可以了。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是便利一个一个加一个，便利数组获取一个加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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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这么加的。不要，因为人添加的时候不都已经加加过了吗？你添加的时候不已经 size 加加了吗？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当中应该有一个 size 是一个成员变量，这个 size 这个成员变量是干什么的？用于记录集合中元素的个数。那现在老师给你讲到这儿，我们把 array list 当中的所有关键代码都已经分析了，差不多了吧，是吧？那这一段代码分析的是什么？你发现谁最麻烦？添加，因为添加需要容量的问题啊，是不是？那这块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叫做 array list 的，它的一个叫做 JDK 源码分析，分析的是谁？构造方法和谁？添加 ADD 吧，分析的是构造方法。因为当我们去调无参构造方法的时候，你发现它实际上就给咱们做的是这个工作，然后剩下所有的这些代码，所有的这些代码都是为 ADD 去服务的，是不是？检测容量是否够用，容量不够的话就检测容量是否够用，然后计算容量该需要多少，然后开始是否需要扩容，是不是这工作？那然后我们的一个叫 ArrayList 当中的一个 JDK 源码分析二，分析的是谁？分析的 REMOVE remove，还有谁 ？size， 还有 index of， 还有谁 ？last index of， 还有一个 clear， 是不是将我们常用的这些都给你分析了，对吧？那
在这儿的时候说一下啊，有的同学是看那个高级三百集，告诉你，你看的那个高级三百集应该是 JDK 1.5 的，和这段源码分析是不一样的。对。那个源码是不一样的，因为在 JDK 1.5 的时候，它的 JDK 1.5 的时候添加直接写的就是，不是构造方法直接写的那个，直接写的是 list， 然后小括号10就是创建一个长度为10的 object 类型数组。你现在看我们的这个注释，看我们的这个注释当中，你去找谁？这个注释当中你去找它的构造方法，然后在这儿的时候，它告诉你说，其实它还是这么写的。为10的空列表，它还是这样去写的，只不过就是它的注释，它的这个没有更新过来。实际上，当你看源码的时候，调构造方法初始容量是0，是在添加第一个元素的时候去达到扩容的。添加第一个元素的时候扩充的是扩充的为10，所以这是源码不一样的地方。放到笔记哪去了？这儿，放到笔记当中了。然后呢，你先下课休息啊，休息10分钟，10分钟回来之后，不要这个让你敲不了。